先生和女士好，我的名字叫 Eliza Cavender， 和我是今年 TV 高中徐志宇代表。今年是我第十二年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，我非常爱这个语言和文化。去年我有一个机会跟一个从中国留学生叫 Rita 学习一个中国粉丝舞。学习这个跳舞以后，我们有机会表演在 UVU 中国新年派对和 Timfu 高中学界文化聚会。学习这个跳舞的时候， Rita 又教我们为什么这个跳舞对中国文化有特别多意思。他说因为这个跳舞有特别多历史，就对中国文化有比较多意思。学习为什么历史有给一个文化比较多意思，是一个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，和那就是为什么我开始中国社团在天平高中。中国社团有很多好玩的活动，我们有剪纸、画用毛笔、学习孔子、秦始皇，有派对在中国新年和中秋节。但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关于中国社团，就是有给我一个机会学习比较多关于中国文化，和给我机会来教我的同学们为什么我特别爱这个文化，和为什么有很多意思。下年我想在杨百翰大学继续学习中文，然后长大的时候我想帮助美国政府来翻译跟中国政府，因为我特别爱这个文化和语言，就是为什么我学习中文。谢谢你们，再见。